香港偶像男团 Miro 的人气成员江涛，凭借高颜值吸粉无数。之前他突然透过 IG 限动发文写道认爱，并透露自己不想隐瞒了，其实他有女朋友了，并感谢大家的祝福，吓坏不少粉丝。不过江涛随后公开了一张和小女孩的合照，大家这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开玩笑。然而他被爆出真的有女友，而在限动发文是为了公开认爱试水温。据悉江涛的女友是大他4岁的林思婷，两人在3年前合作拍摄超感应学员时就曾传出绯闻，并保持暧昧关系长达3年，直到今年初才有更新一步的发展，目前处于港台异地恋中。爆料者声称这段恋情在江涛的粉丝之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江涛今年频频来台，借着工作为由密会女友，和女方曾在 IG 发文悄悄告白，还佩戴同款眼镜放闪，感情似乎发展顺利。不过随后江涛删光了限动的认爱文，并再次发文强调自己没有恋爱，怒斥爆料者无聊，澄清了恋情传言。Bye.